八大家族 VS 八个世界的巨人，谁最强？参赛家族分别是控投家族，都是投手和控制类型的植物；一百阳光家族，阳光都是一百点；岩浆家族，都是岩浆或者火焰类型的植物；脑袋开花家族，头顶都是开花的植物；毒液家族，都是毒属性植物；紫卡家族，都是紫卡植物；寒冰家族，都是冰冻植物；回旋家族，都是发射二次伤害的子弹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谁会失败。开始之前记得点赞三连投币支持一下啊，非常感谢。
赞、关注、评论。